姿势很不一样。哎，这个要很多因缘哦，祖先有德，然后我们自己有修，然后呢因缘促成，哦，我们才能够哦，哎，修到呢哦有成就，哦，能够呢这个见到最上圣佛法。哎，我们这个心理心法就是最上圣佛法。哦，所以我们老师呢都送给我们，哦，现在都已经集成，哦，很好收藏，可以传宗接代，哦，啊，我们呢送给亲朋好友，哎，就跟他讲说，你想不想成佛？想成的话就拿回去看，拿回去听，哦，就可以成佛了，哦，只要呢啊有心啊都可以成就。哎，这个是我们佛老师送给我们最好的中秋礼物了。哦，大家一定要踊跃的拿。哦，想不想拿？基隆刘老师刘芳尊，现在已经好放在后面了。做整成书，姓李新罗讲座。哦 ，CD 也大概。那有没有做成这个？那下个礼拜还一样。这个叫做、哦、有这个数量会在记下。姓李新罗播放机。谢谢海清。那个一套里面哦，花一重德单位前线，花一重德单位前线，你要一直烧，一片一片烧嘞，哦。花一重德单位前线，你看好不？啊，四十几片，哦，欢迎各位哈、哦，一定要拿，心除污。